既然能进来，想必我们也没有办法将他赶出去。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小姐。妹妹可真是明白人。哼，我若是明白人，就应该早点看清你的真面目。 是你陷害我，李长如。若不是你心怀不轨，又怎么会作茧自缚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咎由自取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自从太子妃事件之后，我就非常确定，家里一定有人在和李长乐合谋。白芷琳死之前拿出那把钥匙，就是想要告诉我。 是你杀了他，哼！我没有。你们杀白芷的时候一定很惊慌，所以竟然将这么重要的政务掉落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这就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当我知道你要加害安乐公主的时候，我就决定将计就计。即便你知道我要害安乐公主， 你又怎么会知道我的计划，故意甩掉宫里青叶啊？本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具体计划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按照我的计划来进行。我特意挑选你进宫的日子，让安乐公主甩掉她的随行护卫，让你的人可以有时间下手，然后我再找到你做我的时间证人。 如果你愿意为我作证，说明是我错怪了你，我还可以有一个好妹妹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冒着欺君之罪也要置我于死地。但最让我痛心的是，你竟然真的是杀害白芷和太子妃的凶手。李未央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原来自始至终，
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不过就算你说了这么多，也只能证明白芷是我杀的。太子妃的死又与我何干啊？的确，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伙同李长乐去害死了太子妃，但是我知道是你。还记得我送你的那只金钗吗？太子妃就死在我曾送给你的一模一样的金钗上。当时他一死，拓跋浚就拿着这只金钗来质问我。因为事出突然，我根本就来不及细想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原来一早就有了害我之心。金钗是你李未央的，谁人能证明你曾赠予过我一模一样的？光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并不能把我定罪。我是没有办法把你定罪，但就凭你现在的欺君之罪，就足以让你永无翻身之日。本来这次事件，我是想要给你最后的机会。我期盼着你可以说出实话，期盼着你可以悬崖勒马，期盼着你可以对我有几分的真心。可是这所有的期盼，就在你指证我是凶手的那一刻全都破灭了。所以李长如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？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的把我当做过你的姐妹？没错，我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。我被压制了十多年，你的到来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故意挑拨你和李长乐，目的就是希望你们鹬蚌相争，我好渔翁得利。可是后来你为了救我受了伤，你全心全意地帮我。我长到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姐妹情。我真的很开心，开心到每一次利用你的时候，都有一点心软。李未央，本来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姐妹的。你处心积虑一直在利用我，竟然还说出想要跟我当一辈子的姐妹。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从小就喜欢上一个人吗？那个人就是南安王。他是我放在心口上爱恋了十年的男人。这十年来，我日思夜想，几近成狂。你可知道，在李长乐的光环底下，为了接近他，我用尽了多少心机，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可当我要接近他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抢走他？是你毁掉了这一切，是你毁掉了这一切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南安王，就是因为这样才更可恨。我那么爱他，他却对我不屑一顾，也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，却能被他珍惜爱着。李未央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无法忍受你左右他坚硬的心，我无法忍受你即将毁掉他的信念和谋划，我更无法忍受你活在他的身边。我要杀了你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要杀了你。你恨我怨我，你冲我来，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？你杀死白芷，还有太子妃。不是你，你身边的人都无法远离死亡的诅咒，是你害了他们。你所关心的人，白芷、太子妃、周雪梅，一个个都不得好死。还有三婶儿，哼，是我告诉赤云柔，周雪梅救回了紫妍，所以才会让赤云柔出手去害死三婶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背后拨弄，你为了一己之私，做出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爱他，为了他我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是我错了，我还一心在期盼着你可以有一点悔过之心。你泯灭人性，你已经无可救药，你满身滔天的罪孽，你根本就天地不容。如今我已经有了南安王的子嗣，母凭子贵，难道你没听说过吗？我已经有了翻身的机会。
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 李未央果然就是李未央，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吧。换囚之事，倒是本王多此一举了。见过南安王，未央不过是命大而已。不过，还请南安王以后不要再为我冒险了。不是每个人都能让本王为他冒险的。幻医局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。 奴婢先告退了，殿下。 知道我最恨别人有事瞒着我，这么大的事你竟敢不跟我说。殿下，常如知道错了，常如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殿下。殿下不要再生气了。 这本该是件喜事，你本可以凭着身孕成为我的侧妃，可惜现在你功亏一篑，还不是因为李未央？难道殿下看不出来吗？这次是李未央设计陷害我的，他已经知道了一切，他知道是我害了太子妃，也许他也在怀疑殿下。我警告过你。 不要招惹他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因为我知道你爱他。我说过，我绝不能容忍殿下心里有别的女人。你也说过，你愿意安静地依附在我身边，可你没有做到。是。 我做不到，我本以为我可以，可是当我看到殿下对李未央心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原来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殿下，你死心吧。就像常如得不到殿下的心，殿下也永远得不到李未央的爱。你。 我是同类人，我不想对你动手，好好生下孩子，不要再打李未央的主意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还是不懂女人，你越是这样护着她，我就越恨她。 如今，你觉得这件事该怎么办呢？这，大家都知道安乐公主已经死了，可是现在安乐公主又好端端的回来了，那么朕势必要解释清楚，不如把你们公主私逃的事公布天下。请陛下三思。也是啊，你们当使臣的回去也不好交代，弄不好。
项上的人头也保不住了。陛下，微臣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。哎，说说看。安乐公主虽然还活着，但是除了微臣和陛下以外，只有少数的人知道，大多数人是不知情的。不如让大家都认为安乐公主已经自尽身亡。可是柔然人都认为是李未央杀死了安乐公主啊。那是我们误会了。后来我们在公主的行囊中发现了公主的一份遗书，请陛下过目。原来你们已经准备好让安乐公主自尽了。啊，相信这也是安乐公主自己的愿望。可是公主自尽，你们回去可汗也会责罚你的。那也总比公主私逃闹得天下皆知的好。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欠朕一个人情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陛下见谅，很多事情微臣并不能做主。大魏与柔然虽为邻邦，可是百姓之间极少来往，风俗习惯也不相同。之前你跟朕提出的两邦互市也并非不可，可是柔然想跟大魏签订互市协议，你们必须要答应朕几个条件，详细情形会由高阳王跟你们细谈，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呀？互市将是两邦最大的喜事，微臣代表可汗多谢陛下。元烈王子将和本使一起留下来签订协议，并负责相关事宜。王子也可以代表可汗全权负责所有事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皆大欢喜啊。未央姐姐，之前安乐多有得罪，还请姐姐见谅。你是敏德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，作为姐姐，我又怎么会跟妹妹计较呢？你再也不是金枝玉叶了，日子也不会像从前，你可会后悔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凡事有得必有失，我不会后悔的。那我们就一起祝福你，希望今后你也可以一直都快快乐乐的。那安乐也祝你们早日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时候不早了，那个人还等着你会合呢，我们上路吧。那安乐先走了，咱们有缘再见。走吧。安乐的心上人一直对他不离不弃，看来一定是对他真心真意的，否则安乐也不会抛弃一切和他在一块儿了。所以幸福呢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如今你也不用嫁去柔然了，可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啊？好了，准备走了。王兄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安乐要走了，你舍不得？你能得偿所愿，我就替你高兴啊。签订协议只是你留在大魏的借口吧？王兄又不是魏人，在大魏又没有亲人，干嘛非要留在大魏呀？谁说我在大魏没有亲人来着？魏央就是我的亲人啊。王兄，你恐怕并不把魏阳当姐姐那么简单吧？就你机灵！你看他的眼神那么明显。不过魏阳那么聪明，这么久了，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，证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王兄，魏阳他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不过，只要他能幸福，我就满足了。虽然魏阳不喜欢你，但是我看得出另外一个人很喜欢你啊。谁啊？上古公主，她那么可爱，你干嘛不考虑考虑她呀？李敏德，我喜欢你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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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呀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，我就很开心了，走吧。
拜见陛下。终于把柔然使臣的事给解决了，李未央，这次让你受委屈了，你说朕该怎么补偿你呢？是陛下还了未央的清白，说起来还得是未央来感谢陛下呢。朕真的没想到你会逃狱，会打架，会顶嘴，还会破案呢。脑子里啊还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呢。朕真的很好奇，你这脑袋瓜里还有什么是朕不知道的？所以朕决定升李未央为朕的近身女侍。谢陛下，未央，恭喜你，那就是御侍了。起来说吧。李未央，这一次你可不要让朕失望啊。不过陛下，您可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啊。君涛，君涛，你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你脾气这么臭，阎王爷怎么会收你呢？我好想你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知道你死后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恨不得杀了我。那件事情怎么能怪我呢？太子妃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外人，她就像我亲娘一样。那天所有人都指证是你家小姐杀了太子妃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要相信我。我相信，就算全天下所有人都说你是男人，只要你说你是女人，我就相信你。我本来就是女人。女人，只有女人才会这么撒野。去死吧你！去死吧！哎呀，你要是再温柔一点，就更好了。我在宫里闷得慌，正想着出来玩，哎，没想到你就来约我了。你可真是我的知己啊！哇，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呀！未央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这可不是我发现的，我可不敢鞠躬。哎，说好在这见面的，怎么没见人影啊？你还约了谁？元烈王子，你现在知道我跟未央的事是个误会。我也相信你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无心之言。不如我们一笑泯恩怨，握手言和吧。对了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得跟你讲清楚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到李长乐杀害你母妃的证据，还未央清白啊？王子离开大卫的时间太久，有很多事情不明白。这件事情牵扯甚广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会害了未央。希望这不是你的推脱之词。如果你想坐拥其人之福，伤害未央，我作为未央的二弟，第一个绝不放过你。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带未央走。哈，原来你们俩在这儿啊，让我们好找。好啊，钓鱼这么好玩的事，你们两个都不带我，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还是未央好，时刻都想着我。我也觉得未央好。小姑姑，侄儿知错了。那我们去抓条鱼，让公主尝尝鲜，算是赔罪了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因为护士的事情，
你们两个最近应该经常见面吧？俊儿，王子可是老熟人了，你不要太欺负他了。小姑姑，公事私事怎能混为一谈？本王也是公私分明的人。哎哎哎，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可不许说这些扫兴的事儿。这样吧，九公主，你和二弟一块去钓鱼，我呢和殿下去看看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果子。嗯，走吧。走。嗯，走。嗯，哎，未央，未央，我也跟你们一块去。哎呀，你呢就好好去钓鱼，二弟，记得照顾好公主啊。未央，你刚才是给我小姑姑和李敏德制造机会啊？嗯。你是说我小姑姑跟李敏德？真是个呆子，你才看出来啊！公主啊，她很喜欢二弟的。那李敏德也喜欢小姑姑，你确定？当然了，九公主可爱又善良，二弟也很喜欢她。她呀，就是死要面子，只要多给她一点机会，我相信他俩一定会有好结果的。还好你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聪明。嗯，走。哎，不对啊。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果园不是在那儿吗？没走错。我知道最近因为李长如的事儿让你心里很不痛快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份礼物。礼物？跟我来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啊！喜欢吗，未央？好多，好美啊！我当然喜欢了，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花，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啊？这些花都是我亲手种的。这么多花都是你亲手种的吗？嗯。你骗我。骗你干嘛？自从你被贬入宫之后，我明明可以见到你，却要装作视而不见；明明见到你受苦，却不能宽慰你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来这里种花。我一想到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花，我就会重新恢复勇气。未央，虽然这些不是罕见之物，但是这也是一颗颗我亲自为你种下的。我希望不管过了多少年，你想起这片花海，你都会想到我。我想让你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你不是孤苦无依一个人。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你，怎么让你难过，我拓跋浚都不会负你。我拓跋浚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未央，这样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拓跋浚是最爱我的人。经历种种，我们早已两情相知，又岂需多言。我拓跋浚生平能遇此知己，夫复何求。公主是生火还是鲨鱼啊？鲨鱼好血腥啊。你不要过来啊。你怎么害怕呀你？谁说我怕了？君子远庖厨，本公主我当然选择生火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为公主做回小人喽。咦，李敏德，你好坏呀！来啊你！怎么了？眼睛进灰了。我看看。别揉，别揉，别动啊！好点了吗？嗯。你说你呀，生火都不会生。哎，那天你说如果父皇执意让我和亲，你就带我走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别闹了。啊，要是父皇排兵捉拿你，你怕不怕？问你话呢，你怕不怕？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烦不烦？你是不是反悔了？我就知道你才不会带我走呢。
生气了？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带上你走的。就算皇上倾天下之兵来捉拿我，我也一样带你走。怎么这么肉麻呀？你说你啊，杀鱼也不会杀，生火也不会生，你还能做什么呀？这生火呀，就应该这样，先把这个木棍架起来，架好之后呢，再把树叶放下去，这样吹才不会灭。看你会不会灭。哇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的脸。我的脸怎么了？你太疼了。我让你笑我。站住！站住！未央给祖母请安，给李大人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你本不是我们李家的人，也不必如此多礼了。今天找你过来是想知道常如的事。常如虽然不是我的女儿，但她却货真价实姓李。未央啊，我一直在想，常如她一向性格温顺纯善，绝不至于做出欺君的事情。我想这其中一定会有什么误会。如今虽说他和南安王已经有了孩子，可是圣上天威难测呀，还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处置常如呢。未央，你现在是御史，得皇上信任，是否能在皇上面前求个情，让常如回家？哎，是啊，有了身孕的人呐，身边没有家人照顾怎么行呢？未央啊，你去替常如求个情啊。对不起祖母娘，这次未央要让你们失望了，我不能为常如求情。若不是她有孕在身，她所犯下的罪行百死难赎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婶的死和她有关，白芷是他亲手杀害的。这李未央，李未央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一定是你害他，我跟你拼了！今天我打死你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打死你！别打了！放开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未央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未央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未央若有一字虚言，愿受天谴。老夫人，您千万别相信他的鬼话。自从他进了咱们家，咱们李家就没有出过好事。敏风死了，雪梅走了，连大嫂也去了，如今大哥也被罚了俸，就连常如也被害了。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如今常如怀着身孕被留在了宫中，这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，弄不好连命都会没了的。大哥，祖母，不管您相不相信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如果常如所犯下的这些错误都可以得到原谅，那些因他而死去的人，他们的冤魂何时才能得到安宁？祖母对不起，祖母的请求未央做不到。李未央，你一介良人，若不是得到李家的庇护，你岂能活到今日？你恩将仇报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，你会遭到报应的，你等着瞧。你既有了身子，
若是早同本宫说，本宫还能为你做主。可事到如今，本宫也无能为力了。常如明白娘娘心疼常如的心意，常如现在别无他想，只想平平安安地为殿下生下孩子，为殿下开枝散叶。你既有此心意，便是好的。常如这次来，是想提醒娘娘，殿下与柔然公主的和亲既然不成，娘娘也该为殿下选妃了。你似乎话中有话。常如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常如对殿下一片真心，却总被殿下误会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娘娘，殿下对李未央爱慕非常，一心想娶她为妃。常如苦劝多次，却被殿下误会为心胸狭窄之人。不行，南安王绝不能娶此女。可是，也不知道此女是否有妖术，竟将殿下迷得昏头转向。南安王现在已经不能自拔，还请娘娘多多劝说。如今，只有娘娘的话，殿下才能听得进去了。启禀娘娘，南安王求见。要是被殿下知道我在这里，又不知道该怎么误会我了。你暂且回避一下，本宫今日倒是要问个明白。是娘娘。鱼儿见过母妃。宴会之事已经准备妥当了。母妃放心，一切安排妥当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你倒是需要找机会多和朝臣们接触。另外，如果有合适的人选，不妨考虑一下亲事。昨日本宫与皇上聊起此事，因为柔然公主的事，皇上似乎对你心存歉意，一心想为你找一个德才双全的好女子。你与母妃说说看，你是否心中已有合意的女子呢？有劳母妃费心，只不过选妃一事倒不用急于一时。怎么能不急？就连高阳王都成亲了，你连个正妃都没有。我看马太傅家的千金不错，知书达理，兰心蕙质，正好与你相配。你若愿意，本宫这就禀告皇上，就此定下。太傅千金虽然不错，可年龄尚小，儿臣经常出征在外，并非良配。儿臣忽然想起一件急事，恕儿臣先行告退。看来你说的没错，李未央。一子错，满盘皆输。娘娘可得想想办法，不能让殿下继续错下去啊。王子，可汗来信通知，我柔然铁骑已经濒临大魏的边境，现在就差六镇兵备图了。王子还在等什么呀？六镇一破，大魏的屏障就会消失，到时候又是生灵涂炭。不仅死的是魏人，还有我们柔然人。这点牺牲和我柔然即将得到的利益相比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呀？只要拿到六镇兵备图，我柔然大军便可夺下黄河以北的土地，到时候我柔然便和刘宋隔河而治。我已经跟高阳王在商定互市之事，此举对双方百姓都是大有益处的。我们为何不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呢？自古远交近攻，大魏和我柔然一直以来都是敌对的。王子，不要再犹豫了。不行，危害百姓的事情我坚决不做。王子，住嘴。王子若不答应，李未央恐怕性命难保。
你敢动未央试试？为了柔然，没有属下不敢的事情。王子，没有时间了，今晚南安王府的宴会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据属下安排在大卫的探子传来的消息，六镇兵卫图极有可能放在军机所，而军机所的钥匙就在南安王府中。王子若想保住李未央，就必须下定决心，而今晚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殿下用兵如神，微臣敬佩之极呀！今晚元烈王子和使臣大人能够光临敝府，本王荣幸之至。多谢殿下。我和王子也算故人，王子就别拘束了。殿下，刘太傅有请。本王失陪，各位请自便。殿下请。来来来，王子见面吧。啊，王子请。属下已查明，军机处的钥匙藏在王府书房的暗格里。嗯。王府里面戒备森严，我该如何找到书房？为柔然尽忠，不计手段。王子若要进入内院，可以从上品公主这里想办法。我不想卷入其他人。李维央的命就掌握在王子的手中。林明德，明德，原来你在这儿，让我好找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在聊有关护士协议的一些事情。这段时间你一定很辛苦，你憔悴了好多。王子若要进入内院，可以从上古公主这里想办法。李维央的命就掌握在王子的手中。我们进去吧。嗯。哎，林明德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疼，也许是这两天没有休息好。那怎么办？不如我叫人先送你回去吧。宴会中途离席怕是不妥，我只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就好。你跟我来。李敏德，你坚持一下。哎，坚持，坚持。怎么样，没有发烧？我没事没事，你帮我去倒杯水吧。嗯。南安王最近这段时间频频立功，深得皇上喜爱啊。可是我们以后可要与他多多走动。哎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大人，殿下，有人夜闯书房。好酒好酒啊。如果你没
沉浮，我陪你疯得任性糊涂，笑得泪眼模糊。下班